今天的信息是讲到进入和停留在神强烈的同在之中，即神强烈的同在其实就是一切的祝福都会来到我们身上的，就是有神的同在就是万事祝，在神的同在，神的恩典是 无限量的，即是无论哪一样方面需要提升，神就可以提升我们。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渴慕，即是讲到圣灵充满的程度越来越加强的。我今次去盧旺達呢，其中呢今次呢 有幾個人呢就在祈禱的時候呢就經歷喜樂呢，其實我們非洲呢都有這個印象，就覺得非洲人呢就是很輕鬆，他們跳舞真的很放的，跳舞啊唱歌啊很放的。不過我發現原來是這樣的，他們呢對於溝通呢不是很放的，即譬如說你集體一班人問他們的反應呢是很少答的，少答的。還有呢就他們投入祈禱呢，即是他們喊就容易的，但是你叫他們用個心去愛神呢，他們難過，還有專注內又難的。咁呢就，但是呢今次呢去盧旺達呢，就他有些人呢就比較開放，其中一個呢經歷開始經歷起來是沒有，不是在按手的時候，按手之後怎樣發生呢，就是他本身都是容易經歷聖靈的，咁我按手啦，按手的時候都沒有喜樂的，咁他跟著坐在埋位了。咁我同第二個祈禱嗰時咧，我又講到可以有喜樂，跟住咧佢喺個位嗰度咧就開始喜樂，充滿喜樂喺裏面嗰度好大喜樂。咁其實我哋今次影片都影咗嘅。咁然後咧就有另外有兩個人添咧，即係後來呢三個人一齊咧都好大嘅聖靈嘅充滿。嗱，咁我就話聖靈充滿唔係一定要喜樂大聲笑出嚟嘅，即係神可以用不同嘅方法。不過好多人就話，哦，我感覺已經有感謝神了，我有讚美神了，即是有和完全投入是兩回事來的。如果當我們時時都能夠隨時隨地投入呢是很不同，我自己都是的，我追求更大更大的渴慕神。在我即聖靈的運作這個侍奉裡面呢，我見過很多神很強烈的同在的地方。我試過有一次呢在菲律賓，因為當時呢我們有一個團隊一起去菲律賓呢，就有一個聖靈充滿的牧師，他們就有很多堂呢就是教導啊，還有也都是祈禱的。他們那些牧師都是很充滿神的同在和喜樂的。當時呢就牧師因為他知道我是路德會背景，成為一個經歷聖靈的牧師，他的心就 很欣賞，他覺得很好，他就在聚會的中間他就叫我上來。當我行埋去嗰度咧，我未到佢嗰度入，我企埋就嚟到嗰度，我已經成個人軟曬，成個人就跌咗喺地下，即係未行到佢嗰度啊。咁跟住咧，佢個牧師咧，佢就揾個牧師咧，就同我不斷按手，不斷按手，好長時間。個位嗰個牧師咧，即係好似我又冇開眼睇，不過好似成個人好似唔知跌咗又咩嘢咁啊，即係跌低喺度。跟住第二個牧師又走埋嚟同我按手。咁喺個聚會咧，即係我係好大嘅被聖靈充滿。咁然後完咗之後咧，咁我哋成班人喺度咧就即係仲喺度一路祈禱，即係完曬聚會噶啦，過曬噶啦，咁佢個個坐喺度祈禱。咁有一個其中一個咧就同我好熟嘅，我都有同佢按手祝福嘅。咁我見到佢好喜樂，咁我行埋我又同佢按手啦。但係咧嗰個反應咧，哇！我都令到我好震驚嘅，因為我唔係預咗係咁樣噶嘛。佢咧係大嗌到咧，哇！成個教堂全部個個擰頭過嚟望，做咩事咧咁？咁我話點解你會大嗌？佢話咧，因為佢覺得好大嘅能力進入佢裡面啦。嗱，我就話聖靈充滿唔一定要咁樣方式嘅，即係聖靈充滿可以有不同嘅方式。但係我好明顯睇到就係話，當聖靈充滿好大嘅時候咧，係好多人好快嘅更新，好深度嘅更新，好強烈嘅更新，亦都好委身。咁我哋中間，譬如我哋中間有弟兄姊妹啊，一起服侍嗰啲都好多都是真的被神去更新醫治的，就是因為聖靈的工作。嗱，呢個係聖靈工作其中一樣很重要的事，但是不是淨係呢樣嘅。神聖靈工作亦都會提升我哋讀書啦、同人交往啦、講信息啦、同埋領受信息啦。譬如我今次在飛機上咧，領受咗三篇道啊，所以咧我即係曾經有人。嗰陣時候我喺神學院老師話唔好主題式講到，因為你主題式講到好快講曬啲聖經㗎啦。咁咧，但係咧神一路俾我一路即係總之一路陸續俾我，仲有好多嘅我寫定曬咁慢慢一路輪流去講嘅。即係有啲真係好好嘅，我有兩晚咧。另外喎，其實講錯講啦，飛機上領受咗三篇，喺坐喺度
打字，因為咧就今次有個電腦有人送俾非洲個傳道人，咁我就於是喺個聚會冇聚會嘅時候，我喺度打，喺度打嘅時候咧，哇！又領受到啲好好特別嘅信息，咁你會遲啲聽到我講噶。咁我領受嘅時候咧，哇！好感動，好興奮，好開心，直情咧即係喺個時間係好享受嘅，即係寫講道都好享受。咁我亦都有好多不同嘅意念，咁我希望大家都渴慕啊！渴慕神強烈嘅同在，因為佢係創造天地而咁好嘅神，佢嘅同在加強一定係好嘅，即係唔好淨係話我有神嘅同在得，而係有神嘅強烈嘅同在。而家神嘅同在係有程度嘅，好明顯嘅。有啲人好唔愛主，咁神嘅同在會唔會好強咧？肯定唔好強啦。有啲人咧係對神，甚至基督徒都會埋怨神喎，點會同神嘅同在強度咧？即係強度咧。但係有啲人真係熱心到不得了，甚至為主死啊！即係殉道啊！但係佢哋都咁充滿信心同埋喜樂嘅，就好明顯咧，神嘅同在好唔同啦，強烈好多。聖經亦都有不同嘅例子嘅。首先就是同在是有程度的，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七節，嗱有經文就大家一齊讀下。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喎。嗱呢度一個圖啊，兩個圖。嗱呢個圖咧就係佢喺耶穌裡面，係咪？嗱呢個就係高度嘅進入。神的榮耀完全彰顯在他身上，他整個人的生命啊、講說話啊、態度啊，整個人無論他怎樣都好，就算他坐在那裡，你覺得他很平安的。那這個人呢就是整個有神的同在。另一個人呢，那些手機有響的，你那些息那個訊息可以熄了他，讓他不用響。好了，這個 Mr. Lazy 啊， Mr. Lazy 他有信耶穌，譬如這個有信耶穌，那麼聖靈想影響他，但是呢只是如果他真的還是真信呢，他真的緊緊的，即是邊緣 high 車邊，是不是什麼慢車邊，慢車邊即是輕輕地可以感動他些少東西，那的時候這個程度是很不同的。所以我們知道不是個個同樣的聖靈充滿的程度，神同在的程度，因為聖靈充滿其實意思就是更大的充滿，聖靈充滿都有程度的，因為耶穌是聖靈充滿無可限量，我們沒有一個人是無可限量。如果我們無可限量，我們天地上就好像天上的，就周時可能忽然間又會發光啊，好像耶穌那個變形啊，或者他可以摩西一眼，你看到他不用吃東西都可以，他曾經好了。這裡呢，這裡形容出兩種的生命，這種生命是什麼？這個第一個就是專注在自己的信徒，就是他是專注在自己身上的，他是靠自己，自己負責。其實自己負責很慘的，因為為什麼呢？我們前路很多都不知道，那他以為我靠自己把握一些，其實神喜歡還沒把握。如果我們相信這件事，我們就說神負責最好，我跟上耶穌的路。因為如果是跟自己的路，你神就說好了，你自己負責，那的時候神是不喜悅的。神其實神稍微將福氣收回一點，我們都不行。其實我們世上個個都享受神的福氣的，就算不信耶穌的人都是，太陽雨水還有他都有感情，這些一切都是享受的。去到地獄有什麼分別呢？就是什麼神的恩典全部都沒有了，即是零恩典。所以呢在地獄是很慘很慘，即是無論是空氣啊，無論是身體的舒服啊，其實我們平時說我們身體是自然會舒服的。所以我們千萬不要靠自己，因為那條路是不好的。就算你說我有信耶穌的，但是呢靠自己的時候是一生人很多辛苦的，還有不知道前路沒有把握，即根本不知道前路是怎樣的，很難處理情緒，還有呢靠自己有智慧和能力，靠自己有多少，還有最慘就是一場空，有很多都是白做，有很多是白做的，這樣呢他以為有把握，其實是沒有把握的。好了，然後跟著呢進入神強烈同在是怎樣呢？我們一起到這裡，對不住這裡蒙了，長時間投入親近神，對不住這裡我應該看清楚，這裡應該個整個顏色在這裡，長時間投入親近神，依靠神，神負責我生命，神帶著我生命，神掌管前路有把握。因為我條這裡就是沒有把握，這裡就是有把握，因為神知道嘛。我們人個個都不知道自己的路怎樣，但是神知道。其實我數回我的命，我看到很多地方神有奇妙計劃，就算困難原來神有他的計劃在這裡。然後呢就是神給喜樂平安智慧能力有永恆的祝福，即是你需要哪樣神就給你哪樣。我真的覺得是真的很好的，真的無論哪一樣東西
就算我哋係即係你平日嘅生活，就算咧食嘢都能夠享受啊，即係能夠享受神所做嘅萬物啊，同人交往又享受啊，即係其實我咩都享受嘅。咁我希望大家都係咁嘅樣。咁你做人咧真係冇苦惱，就算有苦惱咧，好快處理咗，即刻咧又重新得力啦，重新又喜樂啦。你想係咁嘅樣嘅生命啊？其實何必做咁樣嘅基督徒呢？點解要做咁樣基督徒？有啲人話咁樣我可以得到世上嘅，其實仲更加得唔到。你親近神反而仲得到嘅。好啦，喺舊約聖經裏面有講到，有啲人咧好強烈嘅同在。呢個其中咧就係撒母耳嗰班先知門徒咧，因為喺十九章咧我哋會讀咧，就係講到佢嗰度係就係跟隨撒母耳嘅先知撒母耳喺度監管佢哋嘅。撒母耳記上十章五節。你到了嗱呢句呢説話咧就係撒母耳對掃羅講嘅，當時神高立咗佢做王，然後咧佢就叫撒母耳就對佢叫佢做以下嘅事啦。你到了城的時候，必遇見一班先知從丘壇下來，前面有鼓瑟的、擊鼓的、推笛的、彈琴的，他們都受感説話。佢話你就會見到一班先知咧，佢哋就喺度奏樂器喎。啊！佢哋應該就唔喺度練樂器嘅，即係唔係就喺度練嘅，應該喺度敬拜神嚇。即係從聖經嚟睇，一路敬拜，同埋咧個個都受感説話。其實原文聖經就係 prophesy， 就係説預言，即係個個都受聖靈感動，一路咧講神要去感動講嘅説話。即係佢哋喺度不斷長時間咁做啊。但係跟住有咩後果咧？繼續六節啦。耶和華的靈必大大感動你，你就與他們一同受感説話，你要變為新人。這兆頭臨到你，你就可以趁時而做，因為神與你同在。掃羅轉身離別撒母耳，神就賜他一個新心，當日這一切兆頭都應驗了。咁呢度咧就神啊，撒母耳就同掃羅講咯，佢話神嘅靈一定會大大感動你，佢知道喎。其實呢個又係先知性，佢知道神嘅靈會大大感動你，你就會同佢一齊受感説話，即係你去到就會同佢一齊又受感説話。即係説預言啦，就會變為新人添喎，成個人改變呢、这個，所以講到聖靈充滿更強烈嘅同在咧，帶嚟嘅果效。而嗰班人就喺度一路敬拜喎，敬拜一路受感説話咧，一路説預言咧，就會有呢種能力啊！喺神嘅同在裏面，佢就變為新人啦。咁呢個兆頭臨到你，你要趁時做，即係趁呢個機會，因為神與你同在。其實神周圍都喺度嘅，你去到邊度都要神都喺度。咁但係點解嗰度特別講到神同在，就話嗰度更加強烈嘅意思啊，即係唔係話淨係有神同在，而係嗰度咧係特別強烈嘅同在。四圍都有神同在，但係嗰個地方因為佢哋親近神咧，神嘅同在唔同嘅。嗱，我哋經歷聖靈嘅弟兄姊妹就會知噶。你喺個聚會投入祈禱咧，你係越入越舒服越輕鬆嘅。喺我領敬拜嘅時候，你有兩種方法，一種方法咧就喺度。就咁唱下歌咁啊，一路睇下望啲人點解咁投入嘅咧，咁樣嘅時候咧，你係唔會經歷好多。但係如果喺嗰個時候你好投入，真係啊神啊，你就喺度，好多謝你，感謝你，咁你咧就會好唔同嘅，你會經歷到神嗰種臨在神嘅喜樂啊、愛啊，真係可以湧流喺你嘅裡面嘅。咁我希望大家知道，原來進入神同在係有程度嘅。咁咧，當掃羅轉身離別撒母耳咧，神就俾佢信心，即係話佢未去到咧就要。已經有一個新嘅心啦，就係同撒母耳傾完偈啫喎，就已經咧係即係發生喺佢身上，然後呢個兆頭應驗喺佢身上。咁你跟住咧，撒母耳記上十章十九章嗱，其實兩章好容易記得個數字，有時記得數字點解？呢兩章聖經係講到神強烈嘅同在嘅，一個就撒母耳記上十，一個十九章，因為有好多人咧對於神嘅同在咧係。唔係好認識啊！亦都有好多教堂佢唔會講呢啲經文嘅。其實呢個經文係聖經裏面有，就話俾我哋聽，神同在係有程度，係有好明顯嘅唔同嘅能力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好想有更強烈嘅神嘅同在。咁呢度咧就好可惜，就係掃羅咧，雖然佢經歷過聖靈喎，但係唔聽話咧。嗱，其實好多人都經歷聖靈，但係佢唔聽話，唔代表佢會繼續得到祝福喎。佢反而離開神喎。喺呢個時候，佢追殺大衛。咁咧就佢追殺嘅時候咧，結果發生嘅事咧就大家睇到三個仆人同埋佢都去到嗰度都捉唔到大衛一齊同嚇。掃羅打發人去捉拿大衛，去的人見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説話，撒母耳站在其中監管他們，打發去的人也受神的靈感動説話。由廿一節，掃羅第三次打發人去，他們也受感説話。然後掃羅自己往拉馬去。
他就往拉馬的拿約去，神的靈也感動他，一面走一面說話，直到拉馬的拿約，他就脫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說話，一晝一夜露體躺卧。咁呢度咧係好可惜，佢唔聽神嘅説話，佢咧係用自己嘅肉體，佢嘅妒忌，咁佢就揾人去捉大衛。但係其實敵擋神又點會有好嘅後果咧？即係敵擋神同埋神嘅神揀選嘅人，但係佢因為肉人意啊，好想保留佢自己嘅皇位，反而佢乜佢都失去曬。佢就算冇呢個皇位，佢都可以有神嘅救恩。但係佢後來嘅睇佢嘅情況，佢係應該失去咗救恩嘅。咁呢個係好可惜嘅。咁即係佢又要去捉拿大衛，咁誒其實呢三次三個人反應都應該警告佢喎。點解咧？去到咧佢就見到一班先知受咁説話，撒母耳站在其中監管，所以知道係佢嘅學生啊。呢班係佢嘅學生，佢就即係話當時就有班呢班嘅先知訓練學校，呢、這個撒母耳有啦，啊另外咧就係、是、啊以利亞、以利沙都係有嘅，都係有一班人同佢一齊嘅。好啦。咁咧打發佢嘅人就受咁説話，翻轉頭咯喎。咁啊，受咁就翻嚟，咁應該掃羅醒啦。然後三次打去打發，三次都受咁説話，咁應該醒得。佢自己仲要去捉，佢諗住你唔得，我要得。但係佢自己咧，佢一路行嘅時候咧，行緊個路上，神嘅靈已經感動佢啦。但係今次咧，神係羞辱佢喎，佢就將啲衫除咗，就瞓咗喺度躺卧一晝一夜。在受感説話，即係神的靈感動佢，不過咧就要佢喺度羞辱嘅，咁啊瞓咗喺度一晝一夜，即係睇到其實冇人擋到神，冇人擋到神。我哋同家人有講，冇人擋到神嘅，冇人可以抵擋神嘅，冇人可以抵擋神，所以千祈唔好抵擋神，我哋行曬神嘅路最好啦。嗱，彼得呢度聖經講到咧，神嘅同在強烈到程度就係佢周圍嘅人得醫治，呢樣嘢真係。現實都有嘅喎，等間我講俾大家聽嚇。使徒行傳五章十五節，甚至有人將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過來的時候，或者得他的影兒照在什麼人身上。還有許多人帶著病人和被魔鬼纏磨的，從耶路撒冷四圍的城邑來，全都得了醫治。他話咧，啲人咧將啲病人抬喺街上咧，放喺床或者褥子上咧，就希望彼得經過嘅時候咧。他的影兒照在什麼人身上，即是他走過而已，即應該個影就不是那個醫治的能力，應該就是他人走過，即是在他的周圍都有神的同在，跟著那些人病得醫治和魔鬼纏磨的都得到醫治，那些魔鬼、啊、邪靈可以趕出來，即是神的同在可以帶來醫治和趕鬼，就同埋是在他周圍。這件事呢我自己都有經歷，亦都係有不同嘅記載。咁我自己經歷係乜嘢咧？有時我講到有啲人已經話佢聽到啦，佢已經感覺到啲能力湧過嚟嘅。咁都有不同嘅人喺不同嘅聚會話俾我聽。咁亦都有時咧，我哋祈禱咧，有啲人好敏感聖靈咧，我企得好遠啦，跟住我一祈禱咧，佢就即刻會經歷聖靈嘅。咁我曾經有一次咧係好真實嘅，就係咧係當時有一個咧就係咁啊先嚇就。其中一個報道家咧，佢又帶咗個人嚟，即係佢訓練佢啊。佢就即係呢個報道家咧，佢就帶咗幾日嘅聚會，跟住佢就走，剩翻呢一個人。我仲記得呢個人叫咩名咧？佢叫 Organ 啊，佢個名改咗 Organ。咁咧，佢就跟住帶聚會，佢帶聚會咧真係好都係好強烈嘅同神嘅同在。嗰陣時咧，佢同我祈禱啊，佢同我都跌咗喺地下喎，即係佢同我跌咗喺度。跟住我就聽到聲音，佢好似爬爬爬爬去張凳嗰度坐低咁樣。跟住我起身咧，當時咧就係有啊，如果大家有啲識得咧，就係榮耀教會有時我咪去天水圍嘅嗰個郭師母都當時都喺聚會嘅。咁啊，郭師母咧同我距離就呢度到嗰個面咁遠啦。佢喺嗰度，我企喺呢度。我一行過去，佢即刻企唔到，即刻就跌咗地下。即係呢個係我本身經歷嘅一件其中一件事啦。咁亦都我因為以前曾經有年紀咧，係一日日日都有幾個鐘頭祈禱嘅祈禱會啊。咁亦都有啲人咧，就喺咁遠嘅距離都會感受到神嘅同在。咁我亦都曾經去過宣教有一次就係咁，我一落車咧，同有個妹妹握手，佢就即刻聖靈充滿。佢嘅家姐帶咗企嚟呢度三個磚咁嘅距離到啦。咁咧亦都喺當時咧即刻聖靈充滿就充滿喜樂啊！即刻好大嘅改變。
咁我亦都咧係有聽過呢啲咁嘅記載，就係、是、有啲布道家咧喺度領罪嘅時候，喺佢周圍嘅人啊都得到醫治同埋經歷到聖靈嘅臨在，又走入去呢個場地嗰度。點解呢度咁特別嘅咧？即係佢哋會感覺到神嘅同在。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知道，哇！原來有神嘅同在唔係淨係喺我哋身上，喺我哋周圍都會有嘅。咁我哋如果呢個成個群體都係咁嘅時候咧，根本我哋好多人嚟到就會好大改變，得醫治，得釋放，生命改變提升，我哋嘅群體就已經好唔同，會帶嚟好大影響力嘅。咁另外一個例子就係身上嘅手巾啦，呢個咧就唔好變為迷信啦，即係有啲人咧就會變為迷信啦，佢哋就會淨係攞啲聖徒物件，就覺得嗰啲身上有能力。但呢度所講咧就話嗰、那個物件可能一同佢身體接觸一段時間，唔係應該就唔係永久嘅，係一段時間，然後咧有能力嘅。我一齊讀嚇《使徒行傳》19:12，甚至有人從保羅身上拿手巾或圍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惡鬼也出去了。即係咧，神嘅醫治嘅同在咧，可以甚至停留喺物件上，然後咧帶去嗰個人身上。咁我有一次咧，神咧即係神係好特別嘅，佢即係會特別預備嘅。我有一次搭地鐵，我喺度睇緊一本拼音聖經啊。咁我留意到隔離個人喺度望啊，佢唔係望一陣，望好耐。咁我就同佢傾，我話呢本咧就係拼音聖經。佢話我都係信耶穌嘅咁。咁佢就講俾我聽，佢話佢個人係駝背嘅。佢就話咧，我細細個咧已經有呢種腰骨彎嘅問題。嗰陣時咧，我就去咗葛培理嘅布道會。其實葛培理咧早期係有醫治嘅布道會，但係後來冇嘅。咁佢喺香港都有喎。佢就叫啲人攞啲手巾嚟，然後佢祈禱，跟住派翻俾啲人。佢話咧，跟住佢攞翻屋企鋪喺佢身上，跟住佢個病好翻喎，好翻佢跟住唔痛喎。佢話好辛苦嘅。不過有一樣嘢發生，就係過咗幾日之後，有個和尚嚟到佢屋企。就話你哋應該要擺嗰啲地主啊，嗰啲咁嘅神位啊，佢就真係屋企人真係做，我唔知佢做，因為屋企人做啦。咁咧就跟住咧，佢嗰啲病又翻轉頭。但係當時佢唔識得揾人去祈禱醫治，亦都當時喺嗰個時代，亦都唔係咁多人咧。香港係聖靈充滿嘅，而家係好多人都有嘅。咁啊，所以咧當時佢唔識得處理，所以佢病一路到而家都有嘅。咁佢就但係佢係信耶穌。咁但係咧，神咧就想我聽到呢個見證啊。所以神就安排呢、這個，你諗下，就算一架同一架車，你可以坐任何位噶嘛，企任何位噶嘛，佢就喺啱啱喺正我隔離，坐喺我隔離，這個真係咧，真係呢個機會啊，係你知道香港啊，兩三分鐘有一班車噶啦嘛，咁多班車係唯一嗰班車，而咁大長嘅火嘅地鐵就係啱啱嗰位喺隔離，咁我覺得咧真係神嘅安排，讓我聽到有啲咁嘅見證，即係神係好真實嘅。嗱呢度咧，大家我諗會好中意啊，因為咧唔使食唔使飲。不過喺聖經記載，只係一個人係咁，曾經一段時間係咁樣，即係話喺一啲好特別嘅情況，譬如咧真係被逼迫，冇嘢食，不得買賣啊！大家記得喺啟示63章嗰度講到，喺個時候除咗手受印記或者額上受印記，不得做買賣嘅時候，你根本買唔到嘢食。咁嘅時候咧，你一個解決方法啦，因為神可以拯救就係一個方法啦。出埃及記34:28一齊讀啊！摩西在耶和華那裏40晝夜也不吃飯也不喝水啊！真係難以想像，點可以唔食飯唔飲水都得嘅咧？咁因為神嘅同在乜都得嘅，天堂都唔使食唔使飲啦嚇。咁但係即係地上係通常冇嘅，但係呢個只係一段時間有，即係話嗰種強烈嘅程度，強烈神嘅同在嘅程度。出埃及記34:29，摩西手裏拿着兩塊法板下西乃山的時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華和他説話就發了光啊！即係佢可以發光又唔使食嘢，即係話咧神嘅同在叫人超自然活著啊，唔使靠食物，係有超自然好似天使咁樣發光。咁大家渴唔渴慕咁樣啊？神嘅同在，希望大家都話我好想有神嘅同在咁強烈嘅，一定會將你內心嘅嘢清除，嗰啲唔好嘅嘢清除，所有垃圾清除，所有嘅唔好嘅嘢清除。除了摩西還有第二個人有發光的，一起讀《使徒行傳》6:15，在公會裡坐著的人都定睛看他，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這個就是司提反被受逼迫的時候，司提反的面貌好像 天使那樣，應該的意思就是他有發光的情況，就是神的同在又給他智慧又給他榮耀，就是智慧和人
同佢哋回答佢，並且咧係有榮耀神嘅榮耀嘅同在。但係神係祝福佢嘅，佢係即刻上天堂，佢咧就即刻可以享受到神嘅同在，亦都係神好紀念佢，因為佢係忠心，就算受逼迫嘅時候都唔怕。其實我哋受逼迫嘅時候，我哋會經歷到好奇妙嘅工作，因為聖經話咗聖靈會指教你當說嘅話，亦都會有超乎我哋任何時間嘅神嘅同在。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咧唔好驚有一日你受逼迫，唔係話你而家要學無快啲受逼迫，而係咧你唔好驚，唔好驚呢樣嘢會有一日發生。咁呢度咧係綜合講呢個以前我哋講過嘅，即係聖靈同在會可以有啲乜嘢。但我今日想講強調就係每一樣都加強。嗱點樣加強？第一平安。曾經有一個人咧，佢係報道家，聖靈充滿嘅喎。佢話佢有一次坐車，佢去宣教，喺車上佢好煩啊，佢有啲煩惱啊。喺佢煩惱嘅時候咧，有一個唔識得佢嘅男仔，唔識嘅行過嚟，遞一個蘋果俾佢。佢就接咗個蘋果，一接咗蘋果咧，跟住個人就好平安，佢係一種屬天嘅平安進入裡面。跟住個男仔唔見咗喎，呢個係一個超自然嘅經歷。但係佢當時嘅經歷係一種好強烈嘅平安，所以咧我哋經歷到平安唔好覺得小事啊。當你祈禱，我鼓勵大家企喺度，因為咧你更加感受到聖靈嘅搖動，更加容易輕鬆嘅，又冇咁容易分心嘅，即係會專注啲嘅。咁呢一路多謝耶穌，一路享受係好舒服、好平安嘅，可以進入強烈嘅平安，都已經係神嘅同在咧。你喺呢個狀況，你就唔會咁多煩惱嘅，你就自然個人輕鬆啦。又會輕鬆啦，啲重擔離開嚟，人都會有嘅，即係好多人都會有呢個情況，有重擔，我自己都會有時有啲出現嘅，但我盡快處理，唔好俾佢停留喺度，同埋愛啦。其實我到現在為止，我都發覺，雖然我隨時可以經歷神嘅愛，但我發覺第一次嘅經歷係最強嘅，即係第一次當安卡羅為我按手嘅時候係非常強。咁但係咧，我哋又唔使話一定要去翻嗰個位嘅。但我能夠隨時祈禱經歷到神的愛已經是非常非常好的，去到天堂更好。有一個人叫 Ian McCormick， Ian McCormick 他就有形容到在天堂，他說沒有人預備好會見到耶穌的時候怎樣，就是你去到的時候經歷那些愛在世界上從來沒有見到的，是好到不得了的。而他講的時候，因為他經歷的時候是可能二十多歲，但他講的時候可能應該是可能五十歲左右的了，已經即係可能二十幾三十年之後，他講翻嘅時候，他都喊啊，佢個眼淚都流出嚟，即係佢嘅心都好感動。咁我希望大家都渴慕神嘅愛。嗱，有啲人就渴慕人嘅愛喎，快啲有男朋友女朋友，但係呢啲係短暫。如果你愛神，神會為你預備嘅。咁所以最好就係經歷到神嘅愛，高層次嘅，同埋醫治啦。我哋個個都需要醫治，個個都身體都有啲毛病嘅。咁但係醫治都有程度嘅。高度的醫治是很不同的，咁啊趕鬼醫病亦都可以更大的將裡面所有的任何邪靈或者人類身上的邪靈趕走，或者是個病疾病醫好啦，同埋喜樂喎，隨時有喜樂，哈利路亞，感謝耶穌。我自己都係喺祈禱，我盡量進入一個喜樂的狀況，同埋身體舒服，我越舒服的人就越健康啦。同埋醫治失眠，即係有失眠的時候，你能夠咧係好翻，能夠咧瞓得好。同埋有能力啊，成個人都有能力噶。咁我希望大家咧都渴慕聖靈嘅工作，係加強喺我哋身上嘅。嗱，有神強烈嘅同在，有咩嘢咧？有喜樂啦，成個人開心啦，一齊到啊！更新變得可愛嗰個人，智慧有能力有祝福，就係會有開心啊！成個人開心，隨時開心，同埋更新改變，成個人改變。變得可愛，點解我特別用呢個字？因為有啲人會記得呢個字多啲嘅。而係咧，即係個意思就係話，佢無論説講説話，無論佢同人相處，人哋見到咧都覺得佢好可愛、好歡喜嘅、好享受嘅。咁呢個係一個可愛嘅人啦。有智慧啊，隨時可以點樣識得點樣處理不同嘅嘢。又有能力喎，無論係做事嘅能力同埋屬靈嘅能力，又有祝福喎。其實好唔好啊？其實好到不得了，所以咧，你成日同神講神啊，我好想而牧師身上嘅靈聖靈咧係加倍充滿我，或者咧係某一個報道家嘅身上嘅聖靈加倍嘅充滿我，係更大嘅同在，我渴慕。但係咧唔係就得個講字咯，而係你真係用時間親近神啦，成個人就唔同啦。好啦，有神強烈嘅同在，有咩後果一齊讀啊？
生命質素，恩賜侍奉，成就祝福，神和人的喜悅，就會怎樣一路上升了。生命質素就是這個人那種平安輕鬆的愛心耐性，裡面的質素全部都好的，恩賜他侍奉 的恩賜各方面的發揮，和他侍奉的能力和果效，他的成就一生人無論哪方面的成就和得到的祝福，和神和人的喜悅，神又歡喜，人又喜歡喜，其實神歡喜，人又一定有歡喜的，雖然不是個個歡喜我們，但是總有人歡喜我們的，那個生命呢一路提升了。你想想提升了還越來越好，其實我們未去到過，還有排的，即如果說到再高再高人可以去到的領域，我們還有排，去到天堂的領域我們就說很難了，其實你即理論上是可以去到的，如果我們在世上的時候完全是時時去親近神，完全行曬神的路，完全呢即用很長的時間親近神，是可以去到很接近天堂的程度，就算不講那個程度，在地上有些聖靈充滿的人的程度我們都可以去到的，只要你想就可以，這個任何一個都可以去到，不是每一個都會做報道家，無論你做什麼都不要緊，神就會祝福你的。好了，那我們再講這個怎樣被聖靈充滿，但是今次講就是怎樣提升的，高度的提升，一起讀一下。第一是什麼呢？恨惡罪，求主赦免離罪，因為呢信著情慾殺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信著聖靈殺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信著情慾一定收敗壞，即心裡面憎恨罪、恨惡罪。這個圖是什麼？你說什麼這麼恐怖的？這個就是冰毒，吸冰毒的人會這樣。這個女仔挺漂亮的，是不是？你看見到整個面爛，即周圍都爛的，其實真的很淒涼。這些毒是很即是那種的癮和破壞力，有人 說吸了冰毒一次的人是戒不到的，因為他的吸引力太大了，就算他看著自己的牙爛了他都要吸，他都沒辦法出不回來。其實罪就有這種吸引力，罪就有這種破壞力，是非常之即是那種破壞力是將整個人由裡面到外面全部完全的毀壞。那你說我不是吸冰毒啊，但是罪的破壞性比冰毒更加大，雖然他看不到，但是他裡面呢是會破壞，其實都看到的。為什麼呢？因為成日在罪中的人他看到他不沒平安沒喜樂的，所以我們怎樣得勝呢？就是罪一定有破壞性，所以我走完神的路，我走完神的路一定得福祝福的。好了，那接著就是一起讀一下深愛相信和應用聖經。神這樣說，以賽書55:11，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所出的話，口中所出的話是一定不會徒然返回，一定有能力。所以你捉實捉實這句捉實神啊，我捉住神的話語不會徒然返回，是會永遠祝福我的。那你捉實呢，這句說話就在你的心中了，神的話我聽到的，我想的，一定要想的，你不想就不會用的，你聽到都不會用的，我想到的，我思想到的，我都接受，我去應用的時候，他一定不會徒然返回，一定會成就神所喜悅的。神喜悅和人喜悅不同，人喜悅有些都是有破壞性的，但神喜悅那些是全部都是好的。並且在發他去，即是你要說的他是神的話語，成就的事一定亨通的。大家一起讀一讀聖經有什麼對我們的影響。聖經叫我們信仰正確，聖經叫我們堅定和有力。我希望大家真的恆心，每天都會看聖經，時時思想神的話語。他叫我們信仰正確，是即是說我們的信仰不會偏差，和認識神各方面，並且有信仰堅定，同神關係堅定，和有能力，每一方面神都會幫我們的。所以第一就是想聖靈充滿，第一就是離開罪，憎恨罪，離開罪。第二就是聖經應用在我們身上，而很重要是信心，很相信神，很錫我們，錫到窿的。西番書3:17，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這句說話我們讀過，不過你是不是日日祈禱都說神現在開心到歡呼呢？這個是兩回事來的，我們知道和日日相信是很不同。我們如果中間有些人有不開心，就覺得神沒有幫我們，但是你說神現在幫緊我的。就算你不是好像可能你生命裡面有些破口，但有些地方你有神的工作，
其實你就算冇乜你都諗住神係幫緊你嘅，咁你就會開始有祝福啦。神幫緊我，神同緊我一齊，神加力俾我嘅，成日都咁諗咧，你嗰個人嘅情緒就會改變，個人嘅每一方面都會改變嘅。咁所以希望大家有信心，就係我相信神話咗一定做，佢係因我歡欣喜樂，好開心嘅，又默默地成日愛我哋，同埋咧因我喜樂到歡呼嘅，佢會大聲歡呼出嚟，興奮嘅。神係完全係。他又有智慧，但是他很童真的。在聖經我們看到神是很童真的，真的好像小朋友一樣的，就是，但是他很有智慧。為什麼童真呢？就是他真的會笑的，就是有一天我們去到天堂會看到，神因為他的榮光很難看到，我不知道，或者他的人，有些人上天堂都說看到耶穌的樣子都是看不到，不過總之我們會感受他裡面的開心，我們體會到他的開心，也都看到天上的聖徒都是這麼開心的。我們深信耶穌現在都是這樣的，只要我們說神啊，我需要你，神啊，我多謝你，就不要注目在那些困難未完，而是說神現在喜歡我，感謝耶穌，神現在喜歡我，神現在歡喜我，這樣的時候就天天得力。由第四段一起讀，長時間用心靈敬拜和愛慕神，就是長時間，就算做什麼都一直想著耶穌。約翰福音四章廿四節，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詩篇廿二篇三節，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國讚美為寶座的。我哋敬拜神，我哋用心靈誠實，成個靈魂盡心盡性盡意盡力，盡性係靜，盡靜盡靜個靈魂，成個靈魂全心去敬拜佢。同埋神係聖潔，住喺以色列嘅讚美之中。其實用居所咧，我覺得更加貼切嘅。神住喺度啊，神住喺度，因為佢其實原文咧係居所嘅。神就住喺我哋讚美，即係你讚美神咧，神就住喺度。嗱，你可以用呢句説話鼓勵自己喎。我讚美神，神就住喺度；我感謝神，神就住喺度。咁我將佢拆開，我哋魂咧包括乜嘢啊？一齊讀思想。意志、感情，咁即係乜嘢咧？一齊讀下。思想完全認同聖經，決意完全順從神，與神建立強烈的感情，就係話咧，成個思想冇負面嘅，全部認同聖經，唔係就係認同聖經，係時時裝滿聖經嗱。咩意思咧？認同聖經即係話神係好嘅，神係幫我嘅，神係祝福人嘅，咁呢個認同啦。但係正裝滿啊，裝滿意思咩嘢咧？哇！神咧係成日祝福我哋嘅，神咧成日都睇住我哋嘅，神而家又好歡喜嗱，呢個即係將呢個信念咧係完全入曬個生命裏面啦。神係成日同我一齊嘅，神咧睇住我嘅，咁呢個思想成日都係咁嘅時候，即係自然嗰啲負面思想就會排除曬啦。咁嘅時候咧係好容易被聖靈充滿嘅，即係好多人佢哋用思想祈禱咧就唔係真係好似呢種啊，呢種咧即係點咧？成個思想都話神係最好最好嘅。好喜悅神嘅，跟從神係最好嘅，同埋決意啊，成個生命我決意跟從神，同埋強烈嘅感情啊，正如我哋中意食嘢啊、瞓覺啊、美麗嘅景色啊、去旅行啊，我諗大家都中意呢啲嘢嘅。咁你就中意神更多，或者就係中意食雪糕啊，雪糕啊，多數人啦。但我去到羅旺達，佢哋話啲女人中意同埋細路仔中意食雪糕，男人唔中意。我覺得奇怪，點解男人唔中意食雪糕咧？我哋呢度就冇分男女嘅，點解佢嗰度分男人會唔中意食雪糕咧？所以我用嗰個講道例子嗰時，佢忽然話：佢哋啲男人唔中意食雪糕啊！咁唔緊要啦，總之一樣嘢你中意食嘅，你咧就你諗神嘅時候，比中意食嗰樣嘢更加中意。假設你行個山路，行到乾又口。頸渴又熱出曬汗又熱，跟住有人話我哋有冰涼嘅水同埋咧有雪糕，咁你食唔食啊？咁我諗唔使問你食唔食啊？你而家邊度啊？邊度有？就係喺嗰種渴慕嘅心態去渴慕神，你就會時時有神強烈嘅同在。我係盡量喺呢種狀態，我希望大家都係。同埋靈係乜嘢咧？就係、是。一齊讀啊！詩篇一百零三篇第一節，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名。凡喺我裏面成個人，所以你操練嗱，我哋今次都有喎，喺非洲嗰度有喎。佢哋咧用個成個心去呼叫耶穌，哈利路亞！即係成班，即係三個就特別強烈經歷。
其他咧都有好多個喺度起落嘅。咁咧就係喺個心嗰度發出。咁我叫人嗰心呼叫出嚟咧，就唔係就係口呼叫嘅，係個心靈。哈利路亞，耶穌，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主耶穌，多謝主耶穌。喺個心湧出嚟咧，成個靈魂喜悅神同埋湧向神啊！嗱，呢樣嘢好好抽象啊，湧向神點湧向神咧？即係你好似想象自己會飛，好似你嘅讚美飛去神嗰度，你嘅對神嘅喜悅飛去神嗰度，咁咧你就會好容易經歷到神嘅。咁亦都有呢三個祈禱，我希望大家都成日做嚇。咁我因為咧有一組長同我講，佢話咧有人冇做喎，我講好多次噶咯喎，唔緊要再講，等大家記得恩典嘅祈禱、敬拜禱告、互動嘅禱告，其實互動嘅禱告同呢兩個合併嘅。互動的意思咩咧？你做咩禱告都一路諗住神的反應。恩典的禱告就是宣告神的愛，神陪住我，神祝福我，神接納我，即是宣告所有神為我哋做的。咁你一唔係就宣告，係相信喎。宣告係開始啦。相信神而家愛緊我，神而家陪住我，神而家祝福緊我。嗱，呢個祈禱咧係好有力量。點解呢？因為會攞走啲煩惱、唔開心，即係啲煩惱重擔咧會攞走嘅。成日都話神愛緊我，中意緊我。你又行路都係神中意緊我，感謝耶穌。咁你話神唔係好中意我，我未咁乖。不過你有的咁多中意神，的咁多愛神，神就中意噶啦。咁你由嗰度開始，即係譬如你而家做到1%，神都因為嗰1%中意嘅喎。唔係話你99%未到好，你1%，我神啊，我想你更加幫我就得噶啦。咁你跟住神就歡喜你，繼續就係歡喜。當然我哋唔好停留1%啦，就。原來的咁多，我哋為神做，神都欣賞嘅。咁因為聖經話俾我，一杯涼水佢都一定賞賜。咁一杯涼水咁容易，咁啊，所以其他嘅嘢，任何嘅嘢，我哋為神而做，去親近神，神都中意嘅。咁敬拜就係我哋一齊讀啊，感謝敬拜愛慕喜悅緊靠和需要神，即係時時都掹住神，我需要神，我中意神。而互動嘅祈禱其實同呢啲一齊嘅，一齊讀啊。一邊禱告一邊信神喜悅我們禱告神就祝福，一路話神愛緊我，神愛我，咁神又會點啊？哇！真係好啦，佢咁相信我嘅，之後咁有信心，因為呢個恩典祈禱就係一個信心嘅祈禱。我知道神愛緊我，我感謝神愛緊我，神祝福緊我，呢個係相信聖經嘅應許所講嘅，嚟到有呢種祈禱。咁嘅時候咧，神就會喺天上好歡喜，一定會祝福。咁樣我哋咁樣諗法咧，咁樣祈禱咧就會好有信心。實在好多人話俾我聽，神都唔聽我祈禱嘅。其實神有聽，不過佢因為冇信心，佢冇信心點咧？神俾咩平安喜樂佢都收唔到。但你有信心，神喺度愛緊我，祝福緊我嘅。幾時祈禱都一路相信呢樣嘢嘅時候咧，你就會個心裏面就有力啦。這個唔係阿 Q 精神喎，呢個係基於神嘅應許，同埋你會經歷到真係經歷到神嘅同在嘅。唔好向空氣祈禱。有啲人祈禱啊，多謝天父，多謝天父啦，神都收嘅。不過咧，你對準耶穌嗱，咁咩叫對準耶穌咧？你唔使諗耶穌嘅樣，你就諗住耶穌啊，天父啊，即係向準佢，唔好就即係有啲人就咁祈禱啊，多謝天父咁，即係好似就咁發出呢個禱告。但係你諗住神，佢喺你前面或者喺天上。謝你天父，你真好，感謝天父，向好個人性咁樣樣啊！亦都知道神好個人性，神喜悅我哋做任何神吩咐我哋做嘅嘢，你就係神好歡喜嘅。神咧亦都好喜悅我哋，好愛我哋嘅。咁你一種好個人性嘅關係，呢度我寫啦，神啊，我喜悅你，一齊讀啊！我的心和生命是你的，我不求別的，我無可夸的。呢度即係呢幾個説話其中係神好喜悅嘅，就係神我中意你。我的心和我的生命都是你的，我什麼都是你的，我不求別的，只是求你的，神很歡喜的，我無可誇的，我沒有驕傲的地方，還有極度感激和愛慕，有感情的。當一個人譬如說跟他的愛人分開一段時間，又見到是會很興奮的，很開心的。我回來我又開心見到 Shirley 又開心見到我，我們大家都會興奮，都會開心的。那我們跟神會不會有這種的感覺咧，神啊，我好感激你。呢、這個亦都係聖靈充滿一個好重要嘅鎖匙，就係個心好中意神，成日都中意神嘅。你諗下，如果有個人救你條命，你會唔會好感激咧？因為做忘恩負義嘅人，有人救咗我哋，我哋話：如果唔係你救我，而家我已經唔喺度啦。我哋心就會好感謝，好歡喜佢。
咁嘅話咧，我哋嘅神嘅同在係會加強嘅，成日都感激神，即係咁多嘅感激，感謝神，我哋有腳有鞋，有啲人有腳冇鞋，有啲人有鞋冇腳，有啲人以前有腳，而家冇腳，有啲鞋喺度都著唔到，但我哋有腳有鞋，多謝天父，咩都多謝神。咁咧嘅時候咧，亦都好從心靈嘅深處中意神，係24/7/365日，隨時隨地都養成呢種習慣係可以嘅，可以養成呢種習慣嘅，時時成日諗住神，成日愛神，感激神。好啦，跟住第五點咧就係、是、一齊講啊，渴慕和渴慕神的心意。列王記下2:9，以利沙說：願感動你的靈加倍地感動我，渴慕加倍。加倍地感動我，一種唔好話，哎呀，我曾經經歷過聖靈唔夠嘅，更多更多，同埋大使命，因為聖靈充滿係乜嘢咧？為咗傳福音同埋建立靈命嘅，一齊讀下《使徒行傳》1: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且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即係話神嘅同在唔係淨係叫我哋享受，係叫我哋能夠繼續。俾神去使用，去祝福人，去遵從神嘅，按手禱告同埋聖靈充滿嘅禱告係會有幫助嘅。咁聖經都有好多經文講到，譬如保羅話：神藉我按手禱告，給你恩賜，再如火挑旺起嚟。好多人嗰啲夏令營啊，講道主題都用如火挑旺喎，不過佢冇講上面嗰句喎。藉著我按手俾你嘅恩賜，係藉著按手可以傳遞嘅。大家有冇聽過呢個主題啊？如火挑旺有冇聽過啊？不過通常冇上面嗰句喎，藉著按手傳遞，即係佢一睇到嗰度咧，就好似唔知點解會 turn off 咗嘅，即係有啲人就會唔相信呢樣。但係呢個聖經所講，但按手祈禱只係一個短暫嘅幫助，好似你學踩單車嗰時候，有人推一推你，一推推容易好多喎。你有冇試過啊？雙學單車係咪啊？一推行咗一段路，不過開頭都未穩定到嘅，仲喺行一段路，再推一推又行一段路，咁慢慢咧自己攞到個平衡啦，識得點樣。怎樣行下去，咁按手祈禱都係能夠帶俾我哋神嘅同在加強嘅，同埋處理生命。如果你日日都係煩惱，日日都唔開心，日日都諗埋啲唔好嘢，一定唔會聖靈充滿嘅。呢、這個第一就係處理人啦，唔好俾人影響啦。第二咧就係心裏面平安喜樂啦。呢度咧就保守我哋嘅心，即係成個生命、思想、意志、感情，所有嘅嘢、思想啊、潛意識啊，都俾神處理。咁嘅時候咧。我整咗個公仔喎，個頭咧就係感激神，長時間專注愛慕神，有隻腳咩咧？獻上生命俾神同埋侍奉神。咁嘅時候咧，即係好簡單俾大家個圖畫，又感激神，即係中意神係個基礎，中意神。然後咧同神關係長時間專注，我加埋個專注啊，即係唔好係咁易啊，長時間專心多謝耶穌，感謝耶穌。然後咧一定要行動，行動隻鞋啦。獻上生命同埋咧侍奉神咧，神係好歡喜。我哋每一個都可以侍奉神，最簡單就係歡迎人啦，去祝福人啦。完全啊，將生命獻上，成個生命俾神咧，神一定歡喜嘅，神一定祝福。嗱，首先我哋睇咗如何被聖靈充滿，我哋就咁講嘅。第一就係處理罪啦，第二就係聖經，第三就係信心，第四就係長時間用心靈敬拜。第五就渴慕神，第六咧就係遵從同埋大使命，第七咧就按手禱告同埋聖靈充滿嘅禱告，第八咧就係處理生命，即係呢啲咧就係可以幫助大家長期停留在神嘅強烈嘅同在。感謝耶穌，大家想唔想啊？